就是先熄灯，然后把它推进去，然后你们亮灯我再开，还是我这我们的口子是你把这女生放在这里面，她是在里面上灯，然后唱完了，我们还有几个离着其他人近的，我要那个走比较离他们比较近的时候再弄，还是远远的时候进来的位置？在桌边在那靠近他后面，对，你们要推进去，你一个人没有？我推进去，对，那个那还有几个那个礼炮比较危险，你如果怕太响，就可以把这个口爆了，它会很响，它会咚一声。那个是我们的人的好吗？是谁？哎，怎么有个剑？侠女魂头。这是杨老师送的，对，对，三个之后，就是那么聊天的。天气紧张吗？嗯，太忙了，太多事情了。好吧，这一面朝着镜子。加油！吓死我了！你记得我们是等你那个放以后，我们先把这个开灯，不要这么放，不要放不开，对，一直停电。看我们家那几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反应过来，等会儿不知道要拿你啊，这个是怎么玩的？这个是就把这个扣开，你把这个扣开，把这个撕开，这样甩就好，就甩下去是吧？对，我扣开了。你看你试一下，没关系，我这么聪明，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放心，交给我。好了。熄灯了，关灯了，我要唱歌了，你不用，你不用，会有音乐就好了。这么亮，哎呀，是。